啊，咱想要服务较久哈，即马几岁啊？八十二岁啊。八十八岁。哦啊，八十八岁，搁咧服务上底讲个对啊。这一间的桑迪宫啊，很有名的是，它有一个老机身哦，他老机身已经80几岁，他也是亲自哦，亲自亲力亲为来披嘎，然后来迎接妈祖婆。上次跟这边结缘是在西罗福星宫妈祖经过的时候，那老机身真的让我们比较印象深刻，所以今天特别道路再过来这边来找这边的熊地宫来请安。今天在上面好累今天这休息的庙，我休息的庙好像都跟熊地宫有关系。来看，这是中庄海吉殿的上帝宫。应该是刚开光哦，前一阵子听说他们有开光。所以应该全部机身再亲自下来再点一次。哇！来，公众号，你问号，你装进没有号？然后这边是少公主，小的公主很厉害，能够把我征婚，征婚，征婚哦，征婚，顺便打一下，征婚好，谢谢。先锋，先叫先锋。大家好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博先锋的频道应该不需要我们的多去。谢谢订阅，对，谢谢订阅。我马上订阅，我都订阅了，大家都要订阅，好不好？谢谢先锋。
三枚。Thank you.